又天一惊一乍的干啥呀，小大圈？妹妹不见了！啊，妹妹不见了，哪去了？你咋看的妹妹啊？哎呦我的天哪，那咋办啊？刚才下了一场雨，然后那个人就没了。那怎么办啊？用对讲机呀！哎呀，对，来来来，给我，用这个对讲机来呼叫妹妹啊，对不对？宝贝啊，你哪呢？在哪儿啦？啊，他在那儿了。给，拿着对讲机，你去找妹妹去。走。哪啦？哎呦天，哪去了？这儿了，哪去了？哪去了？这是妹妹。哪了？没有啊，这里呀、啊。哪儿了？没有啊。哎，那有好几个小孩。哪了？我看看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弄这么高干什么呀？你下不来了呀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得下来呀，你快点。快，去帮忙他，把他拎下来。快，给妈妈拿对讲机。你给姐呢？给姐呀，姐帮助你。哎呦我的天，你看你上这么高干啥去啊？都下不来了吧？哎呀，幸亏有对讲机，不用对讲机，他还找不着你了。让姐背下你来吧，要不把你抱来。不要。啊，你快点儿，你倒是。来，自己能下来吗？自己不是能下来吗？慢点。啊，他害怕啊！哎呦，你咋上去了？你还害怕？让姐逮着你，快。你上那么高干啥去啊？我还怕飞，我就爬这上。哎呦妈呀，这么大个人还怕个蜜蜂啊。来下来。哎呀，天哪，快走吧。啥也不是。